세요. 三大公会的人把BOSS引过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抢啊？这次我们不抢BOSS，而是找机会。趁乱解装备。可是三大公会的人看起来很和谐啊，没有机会啊。所以现在要告诉你们拾荒的最终奥义：没有机会，就要创造机会。看我送他们一枪，挑起他们的乱斗。哎，谁放的冷枪？知道你们没安什么好心，说什么什么平分野图报。 都是狗屁，不要血口喷人，站住！看，先怕谁？蓝星和他兄弟去打巴西雄托，那枪就是他们放的，别放到下巴场，他们被摧枯而阴招。老大，果然料事如神。 现在才是时机刚刚好，我们的第一目标是治疗师顶级装备，冰晶十字架。越是混乱的场面，越要团结。即便是拾荒，也要讲究团队配合，只要方法对，杀场即是不败。我看到十字架了。